超商好像飘飘盒一样，饼干、零食还有许多生活用品，通通浮在水面上。但还有民众穿着雨衣，拿着冰棒，毫不从容的在水里走来走去，像是在挑选商品、逛大街一样。往那边。水淹到大腿深，一整排的饮料柜还有食物柜全部泡在水里，许多商品就这样跟着水流飘呀飘。整间超商如同水上市场，就连物流篮都飘在水里，还有柜子和冰箱也都翻倒在水中。这里是高雄楠梓的一间超商，25号。南台湾的雨势凶猛，就连便利商店都淹成一片汪洋，店里的纸箱全都往高处堆，但还是有不少东西难以幸免。没想到就连超商也会淹得如此夸张，商品全都泡在水里。接下来后续的清洁处理，还有商品报销的金额，业者恐怕要捶心肝了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